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。今天我们来到2023，我们的 SGT4 的会场。那现在很紧急，我们一来就遇到0-50的直线加速四驱车比赛。在这种展场，大家都来看大车，怎么会有人来看这种小车呢？因为这也是第一次，那我们就看能不能拿下一个好成绩。那喜欢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记得开启我小铃铛。今天也有很多的 show girl 跟一些很漂亮的小姐姐，我来拍给大家看，这应该是大家很想看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先来去比赛，等一下再拍小姐姐给你们看。走，看到一个很熟悉的 logo， 这应该是我们的黄小姐的摊位。小姐不在，我看到她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等一下再去找他，看会不会再遇到他。对啊，他从中间那边走过去。他应该是去看小姐姐吧？我就不知道。下一个换我，下一个换我。来，准备出事了。可以慢吗？我觉得有点慢。有几个加持，我相信可以的。有，快很多。现在怕的是怕它中间那个跳台上去以后回不到正中间，因为这个没有改装，所以上去有可能会晃。我再来两块啊！好了，这一台速度的确是快的，这颗是有挑过，应该是我手上最快的马达，因为我没有改装，所以它上去的时候它会。会有一点干扰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的比赛就是合车赛，然后我昨天有试车，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看，我是说他是在找梅啊，然后他现在在那里跟小姐姐聊天。小姐在忙吗？怎么不会啊？你在跟我玩躲猫猫吗？什么躲猫？什么躲猫猫？我刚刚有看到你在试驱车，然后我走过来，你又不见了。因为我在找黑莓。然后我去你的摊位。他没有说你刚走，所以事实证明你是在找妹，找小姐，对不对？我在找妹子，小姐姐。对对对，我就是物色新小姐姐，喜欢的太多，不知道怎么挑。是他们太优秀，我配不上他们，是这样吗？就离开了，是这样吗？好，我有看到你们的高卡，昨天有发，我有看到那个声音，真的，我以为飞机都开来了。我以为会第一名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就是在参加，当然爽，好玩，好玩，真的这种东西就好玩。这种赢了又没有奖品。那有机会车距我们再见哦。OK， 好，辛苦了，好，我们下次见，好，拜。那我们一进展场就遇到这个老朋友，以前衣服有一阵子都是穿他们家的，看能不能拿个优惠，或者是可以拿来抽啦。我再来问一下主办单位，有的话我再跟大家讲，下次的抽奖里面就有这些东西。拿到一件可以抽奖，好不好？片尾再留言一下。看灯号，准备走。哦，真的固定速度要快才可以赢哦，要稳定。一小圈。哦，速度差不多变下了，再用一小圈。辅助，回来了，恭喜地道晋级，好，看灯号，快晋级。下一台、啊、没有，我现在就是第一轮，因为我有五六台车，好，我看能不能把五六台车都各有一次机会。现在就是去拿晋级票，下一轮其实才是真正的决斗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第二回合的晋级，然后他说这一回合比完就是要扣车扣票，我已经准备好四台车，希望四台都挤进前十名。走，这边先出了，这边先出了，哎呦，一小圈，大家不服输嘞，哎呦，这一台对慢，这一台谁的？我的，对不对？阿贝差点出事了。恭喜晋级，来拍手一下。我觉得最好的结局就是
等一下我是在种子，因为会有一个两个的，就是一对一 PK 的。如果在那一组我胜算应该会大一点。好好，那我就等到我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对手是谁啦。还没到我，还没到我。四零六六阿佩。啊。四零六六阿佩。没在讲，然后不是说种子。好，够。不住。好，这个飞将输了。小圈，最后小圈，哎呀，吹起来了！哎呀，恭喜你，升到阿晋级！哇！哇！晋级了！啊，能赢就赢，对不对？他赢我也算是蛮合理的，有徒弟赢师傅的嘛。阿贝，有什么话想讲的？就听天由命了。听天由命了，师傅啊，师徒对决的啦，哦，准备 ，go， 驰援。哎呀，阿贝出事了，一小圈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比赛还算哦，哦，准备。走，屈，稳住，稳住，一小圈，哎呦，我这不好追呢，最后一小圈，有了，回来了，来，恭喜，第一道晋级，拍手一下，耶，可以收工了，前三名准备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帮我师傅加油，走，好。好，第二次了，第三名，一小圈，没有了，第二圈，等一下了，没有了，冠军，第二名，第三名，啊，听说今天有不一样的小礼物，今天的颜色比较浅哦，看很 Q 哎，像吗？啊，如果对气球活动有兴趣的，都可以联络一下我们的老师，你可以打这个。我现在要去找那个车样女神、女神制的小姐姐，我们好好的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，因为现场有好几个，有点既兴奋又害怕。我发现有好多个，我们每一个都去认识一下。我们是车样女神制，我是模特牛奶。我的粉专很好搜寻哦，只要在 FB 上面搜寻模特牛奶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了。我的专长是活动主持，还有唱歌跟拍照，希望有机会跟镜头前的你亲自面对面认识哦。嗨，就是我想要认识在场所有的小姐姐，我想说追踪一下你的 IG。波奇，喜欢的爹起来，有遇到可以来找他们拍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昨天我朋友来说，他还跟我炫耀他有你的好友，台南的，对，韩口味的。那如果有在外面遇到他们这些女生，可以找他们合照，然后记得加他们 IG。嗨，那个，所以你也是车样女神制的小姐姐，对，你很漂亮。谢谢。所以平常活动车距你也是都会出来，基本上都会。庙会，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遇到你。谢谢。那你的 IG， 谢谢。你可以讲，然后我会帮你上。好。记得追踪起来。谢谢。嗨。你刚刚这个动作，这样。这样。磨后就磨后机，就是它会测它的精油的厚度。理论上来说，如果你是很厉害的，你抛起来，在没有跑机情况下，它的厚度或者是它的数值，应该会是很平均，不会多落差很大。如果有懂的，或者是我有讲错，大家包含，然后下面再保留。拿沙子
把它抹，然后它要把它抛到让它看不出来，抛到它还原它原本钣金的色泽出来。对，那我们的测量部分的话，就会用色泽机下去做所谓的检定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就是粉砖，好不好？在下面。活动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这一次我们也是认识了蛮多的新朋友，还有新厂商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开启我小铃铛。在这支影片的下面帮我留言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你有说抽衣服吗？啊？我不是说我下面要抽奖。那下面要留言什么？喜欢我的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哦，就留这个啊、哦？想不到吧？就是 XControl 有给我一件这次大会的衣服。然后我们就把那一件抽给我们的粉丝。四驱车我有抽到一些小奖品，然后有一些在现场我也是就是直接再抽给现场的观众，有一些小东西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就是会把它集中，然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抽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手工。